Hello， 电视的观众朋友，欢迎来关心时代，大家好。咱的弥勒佛哈，这一下呢，有咱弥勒佛来啊。咱的玉皮兄，来先请安问候一下。好，来各位乡亲，大家好，大家晚安。哎，我有时啊吼，你敢那我的迄个心理老师，你知影？我的九三看到迄款的迄个场面吼，我实在有影想要吐血呢吼。是。啊，但是哦，咱目睭金金人上中吼。就咱的台湾社会都行到这个程度啊！啊，你无看你因中国啊，因奈唔登去中国各种的游行啦。这我有意见。嘿，唔是咱的台湾的程度行到这个地步，迄拢是受中国国民党的洗脑教育啦。都安尼记载伊唔？嘿嘛。嘿啊，咱就今仔就为这来攻击啦！哦，你拜托的，迄个胡志强讲，已经领得要满5000万啊！啊，什么人？迄啰，连阿霞因啦，靠袂出那因啦。你看，因一个月讲领40-50万，啊，私下的莫讲哦，啊，讲国家给伊的，政府给伊的安尼，安尼佫出来讲在要化救人啊，咱的应该街头是咱弱势者的迄啰要化救人的迄个平台，毋捌着，即马换因啦。即北京语讲即非成事啦，嘿啦，但如果讲欢迎查押入走啦，嗯，吼。我相信遐人不管是10几万也好啦，是讲15万、20、25万嘛，无要紧啦，吼。迄人不是重点，行上街头，这一点爱有正当性，吼。第二点爱互人会服嘛，心服口服嘛。对。啊，你这些人敢有互人心服口服吼？咱只讲，伊讲爱尊严啦，吼。尊严是啥物件呢？尊严是真抽象的物件，吼、哦。尊严是讲，可比讲啊，某一个人，还是讲这个定位置啊，你做一件一关足感动世间人、感动人的代志，啊，人别人对你心肝内暗中的尊敬，迄叫做尊严嘛。对啊，对啊。尊严不是虚假品啦。对啦，啊，搁尊严的，我个人老师在讲的一句话，伊讲吼，你若莫拍落去涂骹，无人会甲你打你的脚车边啊过啦。啊！因这人家己要拍落迄落涂骹的，啊，人家为伊的迄落脚车边行过。你讲你要爱尊严，是叫尊严。你安尼你安尼讲安尼形容吼，我是怀疑讲有个人会听无啦吼。对啦对啦，这嘛就我估一个例就好啊嘛。有一个德蕾莎修女是，吼，一世人安尼第一关无水无电啊，真贫穷。哦，真善车，会非洲你照顾这个弱势者。讲一世人才2-3年。哦，啊，伊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全世界才为之一振呢。嗯，无讲无钱好去。我去看到有这人家迄啰伟大的人哦。对。啊，全球的人60几亿吼，差不多有99%的人，是无限的尊敬呢。对啊，对啊。迄叫做尊严嘛。系啊。啊，尊严都唔是讲糖啊饼会得王土的啊，是啊，咁唔是哦。所以这九三行就街头，这些军人、这些军公教吼，实在讲是，我是感觉讲无得分啦。我感觉是自取其辱啦。对对对，当然无感觉讲，这是一个真见笑的代志啦吼。我都讲，我讲你甲我，咱拢是非军公教的人员嘛。如果那无你甲我这非军公教的人员交税金给政府敢有钱去请这军公教的人员？对啊，哦，这足简单嘞。啊，搁有迄啰，已经退休了、退伍了，会当领的钱，搁比底下上班搁较济。你的钱位对来？哦，啊，这较有争议的啦，吼，拢较有争议。啊，你原来是民间团体的职务，对啊。啊，不管你服务几年，啊，会当变公职。对啊，你伫国民党党部做党干工，会当变公职领钱。就是讲，你可比讲，你一个人伫某某公司做工，做工在上班吼，啊，即上班族，啊，即做15年、做10年了后，忽然间会当变公职，遐年资会当变公职，即全世界无的啊，吼，啊，你佫唔知见笑，即吼未使唔知捧潮，你敢知啊？嗯，吼。尤其个呐，是赫赫有名啊，有名的人物，吴碧荣、连战、林鸿正、柯志强、靠北村啊，哎，鬼官啦，鬼官底下呢，啊，这人呐，吴思怀，啊，这人那未感觉见笑，我感觉迄些讲哦，
我最近就一直咧强调讲，爱找到倒来台湾的诚实的价值，爱找到倒来台湾在念体在见效的价值啦，吼、嗯。像这物件拢是都无念体心嘛，无念体心嘛、嗯。所以我咧一直咧讲，台湾好家在，好哩家在，有伫日本的统治力五十年之下，和台湾人留一寡些社会价值。建立这个真健康的一个地位的价值，用公平差别的红，嗯，吼、哦，做唔到代志严重者，会自我了断呢，哦。哎、欸、呀，你那特别讲这個，啊，我的迄个 Facebook 顶话会较，你的迄个片打出去了后，讲说你哈日，不啦，哈日嘛无要紧嘛，论啊好的物件，你个哈什么拢无要紧，中国若有好的物件，那买上哈中国嘛，对不？迄逻辑，咱要讲的讲逻辑嘛，咱无反中国，咱嘛无哈日嘛，无哈韩啊，不，迄是一个好的物件，迄是一个有价值的物件。地球上人类应该爱有的物件。对，这做人的基本嘛，在念体，在见效，迄是做人足严重的一个足、基本的一个要件，你敢知影吼？嘛是足重要的。是、那個、啊，所以好讲好加在日本人有五十年伫台湾治理，吼、啊留一寡这社会价值，让人印人较惨欠人啊。印人是唔免写白纸黑字呢，对啊，对不？起码这中国人白纸黑字写诶，什么开机票拢不到咧、啊，是嘛？机票开机都搁不到啊，就是嘛。所以咱是要找到当下迄个价值、因为人吼，一个人甲一个社会，包括一个国家，一定爱有一套价值。吼、哦，就美国人、欧洲人，伊拢啊以诚实立国哦。你伫美国的社会，那讲好笑，你就一世人，你就好多。破产啦、因为你信用都破坏嘛，你无法度生存。但是伫中国社会，这倒摆，未晓讲好笑就无法度生存嘞。一个国家的元首、副元首，外号人叫白贼鱼啊。我最近自从这个白贼鱼啊，这个名称出现了后，我都定来咧接近这个外国朋友吼，我咧讲给伊听，讲啊，他有可能安尼个做骨折落去啦。我人伊个沾沾自喜咧，对，因为我讲哦，英国人听，你袂使咧在抹面啊。我讲哦，英国人听，啊嘛讲哦，加拿大人听，啊，澳洲、纽西兰听吼，因无相信咧，讲到我这款人，我啊，这么很出席，我咧，这么咧，我台湾的副总统就是啊，伊讲哦，这才是真有英文。顶下迄个朝代，唔通讲只卖台湾服装咯，咱只卖台湾服装是等建立咯。对啦，有啦，我咧形容的时阵就是伊，就是伊的朝代嘛吼。哎，讲清楚。啊，因用一句英文讲 ridiculous 的，是讲这些是，太不可思议，这是不可思议。那有一个国家的副元首，外何况叫白贼？啊，可以当阶级啊？哎，人讲欢喜噶。对，啊，这就是连体嘛。唔知见效嘛，唔知咩事，唔知芳草，所以即个教育呢关会教歹囡仔大细，你咁样吼。拼搏白菜，无讲白菜，好难话愈大吼，爱愈好过。对，啊，即台湾吼，我即边即台湾若无找转，即找到转来即个忌惮吼，倒是讲，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原动力甲基础。你一个国家那种普遍的人啦，拢会讲白菜吼，你即国家不交好朋友呢？对啊，人世界各国不爱跟你绑交呢，因为你人品歹嘛，吼、啊，所以讲九三这个什么军人节哦，加上街头，这人个是讲，伫我看起来是无加分啦，吼、因为啊，伊根本就唔在念体嘛，因为伊是人民，那讲一句网络讲的啦，吼、伊是人民包养的嘛，包养的嘛，包吃的嘛。对啊，这就属实啦。对不？我若钱无付你，啊，你要对啊去领遐济，领安尼，搁嫌伤少，搁要领偌济？就是有咱这非军公教、非军公教的人交税金给政府，政府才有这个钱去编预算，吼、成立国防部啊，饲一阵兵啊，啊来保护这人民的财产、性命安全，吼、就是那无咱的交税金，政府就无钱。去成立这个卫生部、卫生福利部，啊来设立这个关卫生的这关健保嘛吼。那无咱缴税金给政府，政府嘛无钱去成立教育部，啊来给全民受教育，这拢是原理，这拢是原理原则，
嗯、而且这是一个逻辑啦、嗯。啊，你个想，你是主要的纳税人嘛？咱是起源呢、欸。对嘛？哎、欸，咱纳税，咱是起源。好啊，咱拢。规片拢无爱纳税啊！恁在走路的时，迄个国民党在走路的时阵，恁要甲恁的做迄走路的人，拢你讲要叫伊纳税，伊是要提啥来纳税？对嘛？啊！伊即卖伊讲伊吼哦，就介招当时走路来台湾的时阵、嗯，是抓多四百八十几两的黄金来吼。啊！即嘛已经结果嘛破，因为就介招的时代必输周鸿涛，哎、嗯，网络拢有嘛，吼、啊！伊讲伊根本都1950年都。都开完了嘛？啊、你可想蒋介石草头也是带200几万人来呢？嗯、哦，200几万人吞大加轻，哎、欸，偌久通啊吞啊？偌济通开啦？咱台湾人诶，阮这代人诶，阮爸母这代人诶，所有诶钱拢收刮收割啊，对，拢甲剃头刀甲你敲过共款，拢去饲恁这阵呢。有啦，前几工啊，有一个哪样朋友吼，你甲我讨论这啦，我讲你免甲我讨论这啦，吼、哦，你若有钱啦，那个还佫有黄金啦，吼、哦，你就免美元嘛，对啊，啊，这无这家规就破嘛。好啦，你若有黄金啦，你的兵啊，你的军官啥，你唔免放下头前靠你话入去啊，拢无天。迄一个阿兵哥安尼头前，迄落靠你话，迄查甫人诶，较早拢用你话迄落。安尼在行路，迄成一个啥啦？迄敢有成阿兵哥？人家日本战败啊，人家搁穿甲安尼，乌甲安尼，笑安尼行路，搁威风安尼。啊，讲安尼来讲诶是有200几万。不，啊，咱讲逻辑嘛，就是讲你若有存钱，都唔免美元嘛。对啦、欸，你若有存钱，你阿苹果迄落，袂互伊穿甲遐尼啊，无尊严嘛。对啊，迄个时代台湾人吼，实在有哪拢物资真欠款，所以拢靠米碗领米粉吼、嗯，有无？古早迄款迄个米粉碟啊，佮有迄款人摕去做内裤，头前净重22.5公斤，啊后壁是中美合作嘛，对啊，记无？啊，佮有一个五洲牌米粉碟啊嘛，伊嘛咧做迄个奥运的，是啊是啊，迄个南明基遐啊，迄就是五洲牌面粉袋嘛。是的，所以吼、哦，要讨论一项代志，都爱提出证据，提证据，吼、哦、啊，具体属性。啊！你你叫我都跟人辩论啦，啊！无你咪跟人你刚讲的，翻查起来就走，迄根本都是会使讲。伊安尼地书讲，予咱的这个少年的看到了，即马慢慢大家拢知影，网络拢开啊吼，是更加的不屑，更加的看不起因。对，因为台湾教育普及率是世界第一的嘛，哦。我拢相信每一个人啦，全世界不管多一个国家的人，不管多一个种族的人啦。嗯每一个人心肝内一支手吼，拢定着差袂介远啦。对。吼、哦，除非受过愚民洗脑教育，啊，迄就无法度嘛。对啊。吼、哦，因为你甲看北韩的这个金正日死的时阵，哦，全北韩的人安尼跪在路外靠家安尼死，你甲回想1976年的时阵，臭头啊，不是同款安尼死。严重嘞，比因较严重啊。对，所以咱因为咱有经过即款迄个过程，咱有经过迄个洗脑。严重的洗脑跟愚民的过程，所以咱嘛曾经是安尼死啊，是啊，哦、是 啊, 啊，所以我就感觉讲，行出街头当然是人民的权利，跟人民诉求啦，吼、哦嗯，啊，不过呢，你要有正当性，你有正当性，你才有法度服众嘛，对，互人信服嘛，啊，你都无法度互信服啊。啊，咱即马咱来讲，安怎叫正当性，会使行出街头？对。家就街头吼，当然你即马像讲即、這个刷落去几啊坡的即个家就街头游览车甲游览车业啦吼，也是餐饮业拢运动袂掉嘛。但是这吼当然这嘛是因的权利啦。啊，不过呢，我要讲的是啥呢？就讲宪法保障人民有即、這个财产生命安保障的问题嘛吼。啊，但是问题是你做生意的人，你嘛要有判断能力啊，要有自我判断能力啊。当初啦，当初怎讲要接迄、那、落、個，中426客中国客过来时阵，人讲哦，迄个是敢一个迄落轻微的糖尿病的人的迄落叫胰岛素啦。对。伊即摆硬来奖金乎你，啊，结果呢，你有一天哦，伊若动起来唔乎你的时阵哦，啊，你算女倒伫个呀？即摆感情就是安尼嘛。对嘛。当初人反对就是安尼嘛。对啦。啊，过阿拉个客来了，欧美的人、日本的人吼、泰国了人。人无爱来嘛？你甲回想一下吼、喔，对李登辉的时代，李登辉做总统的时代，伊就用阶级用人嘛。对
吼，对啊，所以要开放小三通，咱就开始咧反对啊嘛，是啊，因为人白白人智慧拢差袂介远啦，嗯，你小三通开放了了后，会甚物款的效果，迄拢看会出来，迄种判断会出来啦，吼，卡正头有讲咧想啦嘛，啊，小三通开放了了后，你就你去咧，迄个河的缺口已经。破去吼，你就挡袂掉啊啦！啊，挡袂掉，其实嘛无要紧，甲中国交往，甲中国的往来，咱拢无反对。但是呢，政府应该讲事情要制定一套两个国家的这款保障的条例嘛，吼！啊，大家依这个法律的依据，按照法律的依据啊往来嘛，吼！啊，你唔是呢？你即卖不幸就是讲，伫这个2008年到2016年。不幸就是讲由中国国民党长期执政嘛，吼、嗯哦，啊，长期执政的时阵，伊就一直用一直跟中国偷来暗去嘛。伊即卖就用人质啦，啊，就我即卖甲恁妈去啊，我当初互恁赶出来无唔对，我即卖佫甲恁好长期啊，啊，你换迄一条龙迄啦，游览车伫中国买的啦，吼，啊，遮的这个饭店啦吼，迄、那个餐厅啦吼，新迄个餐厅路线拢总用一条龙的经理，啊，即卖讲伊要上街头啊。你敢有理？我要讲的是讲，人爱有，人一定有一定的基本的智慧啦。就讲你要做生意，当然是你的权利。你要选择做什么款生意，嘛是你的权利，嘛是你的选择。但是你爱有判断能力嘛。咱人吼，不管是甲中国的生意也好，甲别个国家的生意也好啦吼。咱做生意人拢一定爱有风险的评估嘛。对啊。对不？啊，你这甲中国的做生意的风险是比别个国家的风险搁较大嘛？啊！你才有可能讲你无评估的能力咧，哦！啊！你若无评估这个风险的能力，啊！你今仔出来查讲要上街头，啊！我要求蔡英文，让你搬家，你敢会当解决问题？要笑死人哦！你家己赚大钱的时阵，你敢有讲要管予政府？结果啊，难免啦，难免啦。对啊，啊！你即马无赚钱啊，都要怪政府安尼。对嘛？啊！所以讲这些真讲起来吼，真是真无天理的社会啦，吼！歹命怨爸母啦。无钱怨政府啦，是啊，哦，你无钱怨政府，你家己风险的评估唔肯负责任，啊，过来做生意一定有赚有了嘛，对嘛，是啊，这大家三岁囡仔嘛知嘛，对啦，啊，当然，咱也阁是尊重因，吼，有诉求，有是一家就街头诉求的权利啦，但是我相信，我是想讲，不管什么代志，家就街头无解决代志啦，对，无法度解决问题啦，包括九三。而且即款咧军工交加一街头吼，我无相信讲蔡英文的年金改革吼会停止啦，我无相信这啦。啊，佮有讲因迄落旅游界啦吼，迄落旅行社界啦，因的因偌济迄落团费拢无缴，欠几百用咧，你直接套转来就好啊。这点咱会使过分就节目来讲吼，后段来讲吼，即台湾人一定爱提升。好，爱提升啥？唔通记载人去抬记载。唔是，爱提升欧美日本人的水准。日本人欧美国家的旅行团吼，无迄个未人头的啦。对啦。好，啊，咱听起来成本给足悬嘛。系啊。咱听起来成本给足悬嘛，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啦。好，欧美国家的人来台湾去旅行嘛足济啊，坐游览车嘛真济啊。你敢捌听过主持人？你敢捌听过讲欧美国家的人的旅行团欠台湾旅行团的钱？唔捌啦。哦，咱欠几啊百英呢？啊，这就是智慧嘛，智慧的判断的能力问题嘛。啊，所以我就感觉讲吼，无钱啊，都无钱咯。我爸歹命，我爸母啊，无钱，我政府，这款的观念吼，实在是爱好好思考一下啦。因为你家己嘛爱承担一寡风险评估的责任嘛，对不？因为老实讲的，你今日做是讲做生意，不管甲中国做生意也好，甲日本也好，甲德国、甲欧洲、甲世界各国做生意。拢一定有一个风险评估嘛，啊，这风险评估了谈，生意做生意就是有了跟有谈嘛，吼，啊，你有了谈，了谈拢是要家己负责嘛，就参照我一直节目上一直咧讲，私立学校不应该提公款去甲补助，因为伊嘛爱了谈，爱家己负责嘛，对，啊，你讲收迄落学杂费遐尼贵，对。迄破碎价值啦，是啊，这是破碎价值呢。所以讲，这个台湾人吼，应该要好好啊思考啦。当然，我嘛尊重你，当要行上街头去诉求啦吼。但是诉求敢有解决问题啦？我诉求敢会引起全民的动静？无可能啦，无可能啦，无可能。好啊，因为
欸，我看迄落啊，电视顶管哦，因迄旅游界迄落什么旅行社的什么什么什么理事长啦，去哩迄落电视顶管咧讲啊，咱台湾啦吼，人迄落日本吼，佫会颁奖吼，因的一条龙，咱台湾人去做生意，人一条龙，人日本就佮伊颁奖吼，啊佫佮安怎，人是老老实实，台湾人去日本做生意是老老实实，下着日本的迄落法律的制度，该立的人就立。啊，该迄落你光明正大安尼经营生意，当然人甲你感谢，颁奖互你，佫甲你迄落。你毋是咧，你伫遐甚物在比鸡腿，遐甚物在比甚物？你中国来，你含川渝都唔搭吧？你佫安尼伫遐在迄落啊？好啦，足简单啦，吼、哦，足简单啦。有台湾多一间旅行社，讲做日本旅行团的生意，讲收无钱啦。安尼，就答不出来嘛。我来一句都，无老实讲，请去你遐个迄落名嘴，拢未晓改拄这个啦。啊，就要互伊讲安尼，哦，因足委屈嘞，足可怜嘞。咱即马休困者，咱下咱明日再倒转。多谢。